了，我们的炊事班班长给我们做饭。又赞。你来煮点米饭，把锅拿出来。那个里面的菜好新鲜，水果也好新鲜。我等会儿去买点水果回来吃。买点西瓜回来吃吧。好新鲜的，啥都有。让你看看呗，吃完饭三步。吃完饭三步嘛。香蕉啊啥的都可新鲜了。是吧？哦，香蕉好久没吃。然后蔬菜也可新鲜了。换个拖鞋过去就行。我直接把衣服换了。我衣服的。哎，先蒸米饭。啊？多来点糖。哦。蒸饭，这啥干儿？猪干。来。只要它不掉，这都不好。不能吃吧？你这是真的不能吃吧？是你喜欢吃这一口吧？杨子，不是屁股，是蛇，蛇，这个，蛇。这家伙也挑了，这个狗粮是在剪毛的买的，应该没有之前买的狗粮好，他不吃，他吃的可少了，这都放了三天了吧，品没油水，但他就应该吃这种才那个没有泪痕，昨天还硬拿了一个元气弹把那个狗粮和在一起他才吃。泡羊奶，羊奶粉啊，羊奶粉上火。就羊奶罐装的。你老教会他们吃这个甜的这个籽，这个。他咳上两天。他咳了自己就甜。他还甜有水。自身的这些创造的，我们家猫有一只会舔的，这不是。可爱一段时间。动物学习这些东西都得靠本能，教你教不了，你别的教不通呀。咦？还吵架？反了！又吃元气的，有没有别的？先叫他这个糊弄你，算了，还是吃吧。好嘞，2.2，一个。蒸米饭的锅，在外面一个炒菜的锅，然后我们是2.2千瓦。怎么样？你都炒好了一个菜了。啊。我的电还是满的。哎呦我！凡尔赛了啊，老弟。可能你菜全部炒好，也就用了5%的电了。算不算呢？所以我都决定了，到拉萨我要买一个那小电炉子。什么电炉子？就。不是，就是取暖的。哦，你说我们在住的海拔高的，然后超市看的那种啊。对，在海拔高的话，你说，然后产暖给我冻上了，我是不是插上电还能暖和？你这个是要做两全准备的。对呀、啊，不然的话产暖一。三种准备。哎呀，你不用买呀，你把我他家小电暖气你先用得了吗？我拿给你用不就行了？我拿我那个小油钉。啊，当然。等我走的时候，我把我这油钉就给你了。啊，我姐还有一个。我北京家里边5-6个呢，还。啊，我就说，前两天不是在东达山都冻上了，冻上了，白天就没有取暖的了呀。然后我就煮了包泡面呢，喝了。在那个隔
那个格尔木，不是不是那个唐古拉镇零下15度，我们都没冻上，前脚开了一宿没事儿，开着就没事了。但是我们加油是035号的。那不会动啊，我们那时候还用的是多少号0号柴油呢，连-20都不是了。我们用的是负35的。我们家那箱油可行了，0号、-20、-30，对，-35，没有，没有35。今天200块钱油没了，全漏完了。咱们再动车，你得加油了吧？还有半箱呢。我们用了一格。你呀，你家的能源回再生是咋的？电也用不完，油也用不完。没有，本来走的时候都满了嘛，这不是倒了半箱吗？还有半箱吗？它油箱是不是比咱们大？不知道呀。我还多少？75。那是比我们大。咱们好像60吧。一碗水。是水。7碗水煮成1碗水。大郎，你该喝药了。吃饭。对。他是大郎的，你呢？到吗？就别慌别慌，等我再把这翻炒一下。肉哥有烧饼吃没？有烧饼吃没？没做。够了吗？够了。这个必须得加水，不然太干太硬。太干太硬，你看这个凿子。那个凿子都不用放进去，煮了也啃不动，也没肉。Milking， 那是可以吃饭的。哎，快把土豆拿来嘞！还火。桌子升高，我坐这儿吃，暖和。卡子。卡子来给仙儿玩来，卡子。这个放气怎么办呀？拿个筷子把它往一转一下。没有那个前面那个，对，转一个圈，转到另外一个角度。先玩走，让你爸坐着抱着你挺暖和。人家就是为了抱着你。哎呀！来卡子，快点吃，一会儿卡子响了。给卡子拿个磨牙的。来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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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抢，你抢啥？啊，你不让人卡子吃是吧？你抢啥？肉哥。小激动。这过不去呀、啊，凳子太大了。对，再拿个小凳，把桌子往那儿搬吧。哎，这样才那太挤了，我就转半圈。干嘛？再往那儿搬吧。那我坐这边吧。对，把小凳子给我就好了呀。这个饭还得全副武装。那儿坐过得去吗？没事没事，我手残。嘿，我手残。退下来，退下来。嘿，你醒了？嘿，那饭呢？我这要失败一把。对，往那边。哎呦，没放气呢，忘了。哎呀，谁跟他说了？没事，一会儿要喷水出来吧。没水了。饭呢？
豆哥要咬一点过去不？啊，不用。筷子呢？豆哥，筷子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我一会儿去看看那个水能不能用，照样好吃。它上面有口井，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是温泉水还是什么。好了，没拿纸巾。接出来就热了，不用烧热。喝起来一股硫磺味儿，刷牙的时候一股硫磺味儿。那倒是好的。哇，你这一锅米饭，这是化粪池的。哎，这个通着电的吗？不是，为什么一到吃饭都搞这些了？太恶心了。行吧喽，哎，你瞧你这两张纸够便宜啊！啊，吃饱喝足，这边只要那个太阳一落山，立马温度就降下来了，就冷了。那是叫刺人临时啊，刺人临时的。他信刺人，不是临时的。啊，我还以为说临时的菜。一个比一个解释的好。来，元宝，进来，元宝。元宝，元宝回来了。元宝。看看有什么水果，弄点水果储存着。水果，买点水果吃吃。麻烦你。来，我来把香蕉。来，买个西瓜。啊，你选一个吧，你会选的。香蕉你要不要？咱俩一人一半。真不要不要？啊？你不要？你想吃你买。对。过能要一半吗？啊，一半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给我来一半。这是什么？沃柑吗？沃柑吗？这怎么卖的？7块，一斤7块。哦，我比较喜欢吃这个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拿个袋子。哎，要不然都全装了吧，全装了吧，全装了吧，全装了，到时候发着吃。对，橘子你就别买了，我多买点。哦，还可以。这是什么？猪肉，我买吧。明白，乖。还有啥呀？这啥？这是什么呀？我说呢。不知道。哪儿？吃你这下子。来吧，这个吃吧。没事，今天先吃吧，哪个好吃明儿再来。我的哎。哎，咋了？毛巾没拿着。我的袜子能看。84啊。好的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80多块钱，它这东西也不贵。